两个部分。先来学习包底的编织方法。来看图解，包底是由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的这一排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，一共分为两个区域，中间是不加针区，两侧半圆是加针区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短针加针和引拔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棉线做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对应产品的详情页中都有介绍。首先来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穿过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，把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线。这时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左手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钩针在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拉紧线头。现在开始勾锁针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这就是一针锁针，在这针锁针上扣七号扣做标记。往下继续勾锁针，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具体的针数可以参考 QQ 空间里面的图纸。无论针数的多少，编织方法一样。起好需要的针数，在最后一针上扣一个记号扣。两个记号扣的位置就是半圆加针区，记号扣之间是不加针区。包底一共两圈，先勾第一圈，这一圈都是勾短针，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，然后挑起记号扣上方的半个辫子。穿入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一针短针就勾好了。在这一针上扣一个记号扣做标记。我再演示一次短针的勾法，在下一个洞眼穿入钩针，将线勾出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往下继续一一对应挑半个辫子勾短针，一直到下一个记号扣位置。到了记号扣位置，也就是半圆加针区，需要在里面勾三针短针，先勾一针，在这一针上扣一个记号扣，继续第二针。第三针，把下面的记号扣放到第三针上。
加针区就完成了。后面钩不加不减的短针，钩的过程中把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，顺着织物的纹理藏进去。到了记号扣位置，也就是半圆加针区，同样在一个洞眼里面钩三针短针，因为这里起针的短针包含在加针区里，已经有了一针，所以再钩两针短针就可以。先第一针，在这一针上扣记号扣，然后第二针，钩完一共三针短针，最后在记号扣的位置钩引拔针。辫子是这样的 V 字形状，把记号扣上方的整个辫子挑起，穿入钩针，将线钩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就钩好了。这里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不然后面会多钩。第一圈就完成了，下面钩第二圈。半圆加针区需要进行短针加针，这里的加针是在一个洞眼里面钩两针短针，先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，同一个洞眼钩两针短针，在第一针上扣一个记号扣做标记。往下挑起整个辫子钩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到了半圆加针区，分别在这三针短针上钩短针加针，记号扣的位置钩两针短针，记号扣可以取下，中间的位置一个洞眼钩两针短针，下一个记号扣位置钩两针短针，取下记号扣，现在半圆加针区一共钩了六针短针，后面一一对应钩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直到下一个半圆加针区，到了记号扣的位置，一个洞眼钩两针短针，取下记号扣，后面一个洞眼钩两针短针，加上开始的短针加针，
一共勾了六针，最后在教扣的位置引拔。拉紧，第二圈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整个包底就完成了，不需要断线。后面接着勾包身，接下来勾包身，包身都是勾不加不减的短针，按绕圈的形式一直勾到对应的圈数或者尺寸。接着包底的线头。另一针锁针做起立针，同一个洞眼勾一针短针，扣一个教扣标记。往下一一对应勾不加不减的短针。还剩下几针？勾完最后一针，在教扣的位置引拔。拉紧。我们可以在这一面任意位置扣教扣做标记。教扣的这一面是包的外侧，可以看出外侧的纹理比较整齐，反之则是内侧。勾的过程中，教扣的这一面始终朝外。往下勾第二圈，另一针锁针做起立针，同一个洞眼勾一针短针。扣一个教扣，后面不加不减勾短针。大家注意，在每一圈开始的第一针短针上扣教扣，方便最后找到引拔针的位置。同样的方法，一直勾到对应尺寸或者圈数即可。这里我就不再重复演示了。这是一个已经勾完了包身的小样，勾完不需要断线，后面接着勾包盖。完成后的包身，侧边会有这样一条纹理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不影响使用。现在来制作包盖，包盖的形状类似梯形，沿着起针的这一边，与另一边对折。对折后的这两端就是包盖的位置，然后从这两端往反向上编织，通过每一排开始位置的减针，逐步形成梯形。先用记号扣标记包盖部分，起针的位置已经有了一个记号扣，在对折后的另一端扣上记号扣。两个记号扣之间包含记号扣的这两针都是包盖部分。接着包身的线头，另一针锁针做起立针。原本的短针和起立针是在同一个洞眼里面，为了形成梯形的形状，从这里开始减针，跳过起立针的洞眼，在下一个洞眼勾一针短针。这里相当于减掉了一针，往下不加不减勾到下一个记号扣的位置。
勾完胶扣的这一针，包盖的第一排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第二排，立针锁针做起立针，把织物反过来。同样需要减针，跳过起立针的洞眼，在下一个洞眼勾短针。这里相当于减掉了一针。往下继续一一对应勾短针，把这一排勾完。勾完最后一针，立针锁针做起立针，把织物反过来。在下一个洞眼开始勾短针。包盖的编织规律是，每一排开始的位置进行减针。减针方法一样，每排都是减一针，剩下的部分不加不减勾完。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勾到对应的排数和尺寸。后面我就不再重复演示了。这是一个已经完成了包盖的小样。勾完最后一针，勾一针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断线，拉紧，用钩针把线头藏到织物里面。包盖就完成了。最后来制作流苏，取一个和流苏长度相同的硬纸板，在纸板的这一用没断的这一根线，在顶端往下大概两到三厘米的位置，
绕几圈。并且拉紧。最后断线。断的线长度要比流苏略长一些。最后用钩针把线头藏进去。再把多余的线头剪掉。一个流苏就做好了。这款包一共需要两个流苏，另一个方法一样，我就不再重复演示了。在包盖的两